什么？你搁打夜班啊？啊，加夜班。他今天晚上回不来了。什么人啊？啊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还跑他那馆里去瞎蹦跶去？外国人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哥接了一个美国来的旅行团，美国来的，全是大个儿，特喜欢锻炼。你知道美国的时间跟中国时间是有时差的，我们的晚上就是他们的白天，所以他们睡不着。要健身，就必须健身。哎呦，那你哥是很累呀。可不是嘛，正好我那儿熬了一锅汤，你给你哥送去，让他热热乎乎的喝进去啊。妈，俺哥要是真的饿了，他会叫外卖，24小时。外卖它能有我做的好吃吗？你不去我去。妈，干嘛去？我妈让我给哥送汤。你觉得我能送进去吗？怎么送不进去啊？锁门了？没锁门，没事儿，能送进去。我送。啊？你送？我怎么了？你真送？我可不真送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还假送，我半路给偷着喝了。干嘛？你眼睛瞪得跟要掉出来似的。你得了吧你啊！我送我送我送，我一会儿顺道就给他送。妈，你放心啊。妈，我也想跟着去。有你什么事？干嘛去啊？我正好看看外国人夜里怎么蹦跶的。滚！别讨厌了，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孩子，吃完了饭赶紧写作业，写完作业洗澡上床，明儿早上一早还得上学呢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是操不完的一辈子心呐。德义小时候是不是也特淘啊？跟我们闯似的，特难带吧？德义吧，可省心了，没费多大劲儿啊。你看有了他了吧，那可就费了劲儿了。他净惹事儿啊。他一惹事儿，他哥就帮他去了。他要是在外边挨了欺负，哎，他哥非把那个欺负回来不可。所以弄得啊，这院里的孩子都不理他了。那这不到现在还刷单帮的吗？合着你这跑单帮就因为你哥给你造成的？可不是嘛，他骂走我多少男朋友，要不然早嫁出去了。得意的孩子啊，不光是对他妹妹好，对谁都这么好啊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那个嘴是有点不着调啊，可他那心呐，那软的啊，就跟那棉花包似的，谁都可以靠上边睡一觉。睡觉一睁开眼，一大锅鸡汤从天而降，落在了我的面前。有一种被你宠爱的感觉。想喝就喝吧。是不是你觉得亏欠我呀？你们公司都觉得亏欠我。亏欠你什么呀？把我弄成这副惨样啊，无依无靠的，那拿鸡汤来犒劳犒劳。注意体重啊。
想喝，哎呦喂，还乌鸡的呢啊！喂，谁呀？请问是那个花美丽吗？我是，哪位？我是花园路派出所的民警啊。关于刘德义同志的情况，我想跟您说一下。他怎么了？这样，您还是来一趟派出所吧，我想跟您那个当面说一下。啊，好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我天哪！我给你解释啊，这之前我们这拘留所里他关着俩人，后来这个刘德义进来不就成仨人了吗？对呀，那还怎么着？到底怎么着了？是，后来他们仨人聊得还挺高兴，然后再之后就起冲突了，就冲突啊，对，打起来了都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同志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说你这里头有什么劳童欲罢的话，我到法院去告你。姑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劳童欲罢？我给你保证，我们这儿绝对没有劳童欲罢。不是打得厉害不厉害啊？打的。那刘德义现在在哪儿呢？人？他现在人在医院呢。哎，你们听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事儿他绝对不能怪刘德义，而且他的这个手续我们都给办完了，你们到医院看他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把他接回家了。慢点啊，别乱动，我待会儿回来看。谢谢啊。哎，那个同志，有一个叫刘德义的，刚才是不是在这儿做的处理啊？啊，谁呀？就有一个跟人打架的，40多岁的一个。对对。啊，他呀。啊。走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找好半天了。那他伤的怎么样？对对，严重不严重？哎呀，瞅的脸都花了，伤的很厉害。你哥会上哪儿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给他打一电话。真够烦人的，你说不打个电话给咱们？着急了，我觉得他伤的肯定不严重，要不然医院也不可能放他走。你说呢？是吧？也不急。讨厌。走吧，在那儿待着也没用。哎，我问你，要是你哥要是今天晚上一夜不回来，咱们是不是得到公安局去报失踪啊？哎呦，那么大人了，不至于。再说了，这才几个小时啊，公安局好像规定是24小时以上才能算失踪。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哎，响一声，他给摁了。啊？真的？喂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可能吧，这真的。我再打一个。你再打一个。有的时候他那个摁错了，有可能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给摁了。太讨厌了，这人怎么这样？让人本来你不放心。是有什么事不想见我们呀？刘德义，我是乙方花美丽。由于找不到你，我现在决定启用咱们的合同条款中第384条紧急呼唤条款。该条款规定，甲乙双方均有权利使用。
被呼唤的一方应在第一时间内立刻做出回应。现在你立刻告诉我你的位置，请你遵守契约。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万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荆棘长空，菊香天，万类霜天尽自由。携揽百里风雨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而不是只等待的时候。让你经过了，他看到了，有人绕道。你笑什么啊？我抓住了。像你说那么热闹，人都把我们电话都给挂了，你还在微信，他能回吗？他老说他有契约精神，我现在就用契约，我找他，我看他有没有精神。来了，在香山。哎呦我的天，他跑香山干什么呀？你到这儿来找我哥去？没有多，这人大，你怎么可能找不着呢？找得着找不着是一回事儿，找不着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真的，你哥现在受着伤呢，也不知道被打成什么样了，心情肯定特别不好，万一掉了山崖怎么办呀？我哥再不好，再不掉山崖了，你怎么知道不可能掉啊？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儿就会发生，你觉得可能的事儿它还就会发生。有点悬念，幸福就在明天。当你经过了，哦，他看到了，有人绕道了，我抓住了，你停下了，他跑快了。有人知道了，我先到了。有人知道了，我先到了。如果一方勒令另一方做这做那，这都属于有侵犯人权的嫌疑，是违背宪法的。这么麻烦呢？嗯，要不违背宪法那多好啊！你说咱们现在就打个电话，刘大爷，你赶紧给我出来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刘大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游山玩水呀？你昨天晚上我不是失去自由了吗？我突然感到自由的可贵，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，站得高，看得远。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命。你赶紧说，你等我们。好好，山下见。山下见。山下见。喝点酒吧，喝点啤酒。啊，不喝不喝。啊，现在不能喝酒，不喝了。我看了酒，我就不行，这真紧张。怎么回事？干嘛看酒紧张？我这个脸变成这个样了，就因为酒的事儿。这跟酒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听我说，那个我进去了吧，
一把推到那个笼子里。我突然扑面而来一股酒味儿，我想这地方怎么能有酒味呢？他不会让喝酒啊。哦，我一看里面坐俩人呢，那哥俩在那，他在那神侃啊。我一看他们喝酒，那一身酒气，而且可能还喝大了啊。后来我一了解，他说那俩是酒驾进去。嗨，酒驾。他一看看见我了，哎，有哥们说，哟，村里来新人了，你过来过来过来。吹礼貌，我就过去了。过去以后呢，他一问我，兄弟，你开车了吗？我说我没开车呀。你为什么不开车呀？我说我凭什么要开车呀？不是，你怎么就不开车呢？啊，我说我开了电动车，我没汽车啊，没开。我说我没开。那你喝酒了吧？我说我没喝酒啊。你为什么不喝酒啊？我说为什么要喝酒呢？不是，我们哥俩开车我们能喝酒，你怎么能不喝酒呢？我说我干嘛要非要喝酒？我不喝。哦，我一看说不清了，这哥俩就喝酒，还没醒酒呢。我想正是个机会，我逼一逼教育这二位兄弟。我说二位啊，我说你们哥俩真的可不能再喝，这个酒驾可不行啊！你这害多少人嘛啊！因为现在交通事故有60%-70%因为喝酒，还有报纸上新闻天天播，为这个死多少人啊啊！马路杀手你们不知道吗？这哥俩受不了了，翻了，咔就给我动手了。你一拳我一拳，你一脚我一脚的，你就这样，哦，就为这个打你啊？都就一顿暴踹。你还手了没有啊？这点法律常识我还是有的，哥们就是不还手，你怎么打我就不动，我抱着我的关键不让他打。我一旦跟他们动手，我就不会在这儿了，我出不来了，也不能吃火锅了，因为我一还手啊就成斗殴了。哎，我不还手，是他斗殴，单纯的，因此呢我就出来了吗？我在这能吃火锅吗？他们俩在里边吃窝头吗？那么还延长，哈哈，继续，就这个情况。哎呀，你太可怜了，哥。那没事，快吃点。哎呦，对了，彩云，你还得这帮哥想想辙了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见他娘一会儿回去啊？我都愁死了呀！你看我这衣服可以换，对吧？你就换身新衣服。我这脸我怎么弄？我不能蒙上啊，也不敢动啊，这些地方。这，啊。要不然就说他，说你在健身房你自己摔了，哎呀，一看就是被打的。对，美丽说的对，这说的根本我娘不会信的。我有办法了，有了，我见义勇为嘛，勇斗歹徒。哎呀，我说哥呀，都什么时候你还整天想着往自己脸上贴金？哎呀，我这还真不是贴金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事做应该也算见义勇为，维护社会公德嘛。对吧？放置这种公共伤害罪嘛，是不是？我这本身我觉得应该算那个见义勇为这个范畴里吧。对，行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变了，我知道怎么变了。哦，谢谢美丽，谢谢美丽，谢谢美丽。吃点辣的。哎呀，你看那个，美丽。嗯。不好意思啊。又对不起你了，你看，按照咱们口头协议，这7天以后回我娘就离开你家是吧？这今天就第7天了吧？应该是今天下午5点吧？就按照咱那个协议，你没想到出这档子事儿，你看我跟我弄好就多住一个晚上了。不过我不会等到明天5点的，你放心。哎，明天上午我就把我娘弄走，我也消失。哎，那你怎么把你娘弄走？你怎么跟她说呀？哦，这个我在里边也反复想过了，我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他不会再信了。我干脆实话实说吧，我就跟老人家说，咱们俩是假的，就这样说。你不怕他背过气去呀？听这个。哦，这个我也想过了，这就得麻烦彩云了，我亲爱的妹，明天呢你早起点，辛苦点啊，这个雇一辆那个救护车，就停在美丽那个家门前就行了。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也抢救及时。没问题。啊！刘德义，嗯，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你干嘛要偷那个房本？不是偷，是拿，而且还不是我拿的，是我闺女慧儿拿的。小慧儿拿的啊？为什么？你听我说。我第二次找张娇娇的时候，我俩又干上了，吵起来了，吵得特别厉害。正好小慧可能放学听到了，我也没想到这小丫头她竟然第二天她把那个
房产证偷出来给我送到健身馆去了。小花拿给你的，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呢？不，我能那么说吗？孩子那么小，再说我这个产业证拿过来以后，光我一人也办不了啊。再说我不能因为这个再影响他们母子感情嘛，这不制造矛盾吗？是吧？不让孩子参与这种事情，大人的事儿，我自己承担嘛。所以我就自己给送回去的，正好碰上警察了，就。哎呀，甭管谁拿的了，就是，你当初想拿它干嘛呀？你什么目的呀？警察说你是为了去拿去抵押贷款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哥？你还是为闯的户口，对不对？二位二位，我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反正没办成嘛，对吧？已经过去了，翻篇了，好吧，咱不谈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总有刘德义真的挺失败的，真是做啥啥不成。我人生又到了最低谷了，不怕你们笑话。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也挺悲哀的。哎，这事还是怪我自己啊，算我这人混蛋倒霉了，好吧，无所谓，我还会过去的，我会振作，从头再来吧，大不了是吧？美丽，真的谢谢你的火锅，从来没吃这么香。刘德义，我同意了。啊？把我的房子过户给你。当我开始学会向人生提问题，而不是要答案的时候，当我准备试着向未来跑过去，而不是懒得动的时候，当我已经抓到缘分的节奏，而不是一团糟的时候，当我确定想要找幸福去努力，而不是只等待的时候。哎，你疼不疼啊？疼就是挺疼的，挺疼的。要不我给你找块止疼片吃吧。那不用了，因为吃对神经不好，我这外伤，没什么人缘，还不是。给你倒点水喝。好，谢谢。有人迟到了，我先到了。都回来了。哟，妈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睡不着啊。彩云来了哈，美丽回来了哈，回来了。那什么，你哥还没回来啊？俺哥，俺哥。哎呀，你坐下嘛，坐下。这是谁呀？这是俺哥。这是德义。德义。你哥，娘俺窝啊！德义，德义啊！娘，你别紧张，不紧张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妈，俺哥见义勇为了。见义勇为，那就打成这样。不，那个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他这个伤的都是表皮，已经查过了，到医院照完片子了。里面内部零件都没事儿。对，有什么说法吗？那记者采访没有啊？记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，是吧？您二位医馆比较低调的，咱不麻烦记者了，不麻烦了啊。不麻烦也好哈。那你跟娘说说啊。娘，这个事真没什么好说，咱不说了，那么晚了，不说了，娘啊，不说了。娘采访采访你。你要采访啊？娘，这不采访行吧？快说吧。啊。那就说。啊，说说吧。说说啊。对。不是那个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哈，娘。这个啊，就是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嘛，叫这个就是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就出手嘛。他是什么个情况呢？就是那个，他就是这个那个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有一个小偷啊，抢一个男的的书包。啊，对，不对，我有，是钱包。对，有小偷抢一个男的的钱包。啊，不，有中年妇女。对，有一中年妇女抢一个男的的钱包。不对，你闭嘴，我有。
我说，娘，你听我说，刚才美丽没说清楚，就是有一个我看见一个小偷啊，抢一个中年妇女的钱包，他抢了就走，我能愿意他吗？我说你给我站住，他没命的跑啊，娘，我说站住，他还跑，娘，你这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跑百米的，百米运动员，我还追不上他。他在我面前跑，关公面前耍大刀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追呀、啊，我你嗯什么嗯啊？我跟你说，娘，我追着，很快就追上他了。追这个小手走投无路了，我就把他逼到了那个墙角吧。哎，对，逼到墙角了。逼到墙角以后，你别搁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听我说，娘哈，逼到墙角以后，他还狗急跳墙了，他没地方去了，就都动起手来了嘛。就你一巴掌，我一巴掌，你一拳我一拳的，就这么干上了吗？哎呀，其实过程挺简单的哈，我这个损失惨重一点，是吧？那你是运动员啊，怎么让个小偷把你打成这样啊？哎，是啊，对呀，他怎么给我打这样？是啊，对啊，对娘，我确实很意外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，有句老话叫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嘛，强中自有强中手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就是这个小偷吧，他以前啊是练散打的。你说，他咋这么巧呢？你说，我跟您说啊，得亏巧啊，这个小偷以前是练散打的，他万一那小偷以前要是特种兵啊，你儿子就回不来了。是啊，啊，当然了，特种兵改小偷的也不太多。哎呦，儿子，佩服，你干嘛来了？你回屋去，我来佩服一下二哥。啊，不行，用不着，区区小事嘛。作为男子汉，一个爷们儿，应该的。我不是佩服你男子汉，那你佩服我什么？我是佩服你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去换身新衣服？啊？是不是身上也打了？让看看，没有事儿。那个，你不是美丽啊？咱儿子很有灵气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么小就懂得观察生活，哎，问我这个为什么这个换这身衣服哈，问到点子上去了。我为什么要换这身衣服呢？对，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是啊，对，是这样的。你看有句老话叫那个倒驴不倒架嘛，啊。哦，用这个也不是太贴切，意思是有这方面意思，就是说我呀，你看我这个脸和头都被刮蹭了。什么刮蹭？你这属于破损了。啊，对，虽然破损，但是呢，我这个精气神不能倒，绝对不能倒，是吧？所以我要奖励我自己这身衣服，啊，换上一个崭新的面貌，是吧？人啊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哎，都要有精神支柱。你比如我娘，她的理想是感动中国。你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感动我自己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你这行为哈，真不光是感动了你自己，你也感动了我们今天在这儿的所有的人，是不是？感动的我眼泪都出来了。你看你妹妹都哭了。哎呀，好的，谢谢美丽，不客气，谢谢川，谢谢彩云，谢谢妈。谢谢妈。别照了，再怎么照也好看不了了。不是，我是照我自己到底有多难看。哎，今晚上别洗澡了，万一弄水了呢？谢谢李姐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就那个房产证过户啊。人家说怎么也得七八个工作日，加起来那就得一礼拜呢，一个多礼拜了。那这个房子过户好以后哈，我还得拿着产权证，对吧？去办闯城的户口。这又得，哎呦，真不知多少天了。这两段日子加起来，这得不少日子的。哎，那你说这个期间，在办手续这个期间，我跟我娘该怎么住啊？啊，当然得按照口头协议，我跟我娘早该走了，七天都过了，是吧？但我的意思是，你比如说我娘走倒没什么，关键我要是走了，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不方便呀？你不是有事要商量商量，有些时候我还得在场，对不对？
梅丽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那个随口那么一说啊。但你来看，你来看，我绝对不是给你是想施加什么压力的啊。哎，刘德义，你刚才说这些啊，其实我早就考虑过了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7天口头协议就地作废。作废？对，那录音我一会儿就删除。为什么？你先别着急，我跟你说啊，从我把我的房子过户给你，然后咱们办一系列的这些手续，一直到把房产证再过户回来给我的这段时间期间，不管多长时间啊，你妈必须住在我们家，包括你也得住在我们家。我建议这一条咱们必须清清楚楚的写在合同上，加上这条，行吗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还用问吗？哎，我必须拿你妈当人质。美丽，嗯，不是，你这想法挺可怕的，你这等于你这把我娘软禁了，你这软禁什么样啊？我们家多舒服啊，要有这么能软禁的，你也软禁我，真是的。行行，你认为他是软禁就算软禁，行了吧，软禁我软禁你妈。美丽啊，本来我真的挺感动了，你想你把房子过户给我，我以为你已经充分信任我，没想到你还是不信任我。我怎么不信任？我现在依然信任你，真的。但你别忘了，我是个生意人，我做这么些年生意，有什么人没遇见过啊？我经历多少事儿啊？我被骗过多少回啊？啊，怎么着？我把房子过户给你了，你跑了，我找谁去啊？是不是？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你妈就是你的庙。你看来我把你看得有点崇高了，你毕竟还是个生意人啊。对，千万别把我看太崇高，我可不崇高，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，一个单身母亲，我累死累活的，我不容易，我就挣这么一套房子，怎么着？万一被人拐跑了呢？我不得给自己留点后路啊，不给自己留根绳子啊？我理解，理解，理解，理解就行，理解万岁吧。哎，对了，啊，我娘要。突然要回去了，不想在这住了，怎么办？那不行，这事儿你必须得负责，你得负全责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必须把你妈放在这儿。好，我就尽量做份工作，好，把她放在这儿。那她什么时候办？明儿早上吧，说办就办。明天啊？啊。哎呦，那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这有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受点伤还不许办房子过户啊？得管着嘛！我觉得这是不是看着太那个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万一要有人问呢，我就说你见义勇为来着，没准人家还能免费给咱们办个加急。这个咱不能去做假了，我心虚。那个啥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嗯，行。美丽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啊，您说。你说，咱家这小咸菜吧，在你那火锅馆子里卖的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应该挺好的。赚不赚钱呢？娘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个问法很不好啊！你这查账啊！你这不是查账啊，查什么账啊？我的意思是吧，哈，咱拿出多少钱，用了多少钱，赚回多少钱，心里不是有个数吗？哈，嗯，是，回头我给那个会计打个电话，我跟他说一声，让他把账给算出来啊。到时候连成本带盈利，我都给您拿回来。哎，不是，我不需要钱儿，你看这话，那得给您啊，您自个儿花钱买的料上，这您出钱出力的，这都是您的。到底
人挣不挣钱。娘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还问这个呀？你听美丽美丽安排好了，不都给会计查好都给你吗？你别问这个事了，我们俩今天出急着出门办事儿。啊，出门啊？嗯。哎呦儿啊，可不敢出门了啊！你看你这个脸，可不能出去了。哎呦，没事，我们要出办大事，必须出去啊。嗯。记者要采访你啊？采访什么？我不接受采访的。啊，我出去办大事儿的。美丽，咱们走吧。嗯，走。娘在家待着听话啊。这就走了。回头把账给您算出来。我就不说了。到底儿赚多少呢？你看我干嘛呀？我这个时候特别想唱唱歌。唱呗，那就接着拍你那灰尘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我不告诉你最后的日期，爱笑而不语，随目光前行。望不到边际，又没有距离，和你一步步走过去。我不会问你你要去哪里，爱触手可及在心里清晰，心会止不去，不能抗拒，既然已认定你，毫不怀疑。没人，哼，估计跟你妈买咸菜去。哦。哎呀，今天的阳光很明媚，我的心情很灿烂啊！你说闯上的户口容易吗？现在终于有了决定性的进展了。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吧？是够不平凡的。我居然傻了吧唧把我这么大一房子我就过户给你了，我神经病。哎呀，我刘德义终于有了我自己的房子了啊。你说什么？这房子是你的了？不，这不很快吗？办完手续以后不就过户到我刘德义的名下了吗？你再说一遍，这房子就是你的了。嗨，名义上是我的，实际上还是你的。听我这够可以的，你吓我一跳，你真行。哎呀，哎，尊敬的美丽女士啊，我现在你这什么心情吗？就是特别想和你交交心，交交心，你明白吗？你也甭跟我交交心，我建议你还是跟我交交底吧，你。交底？嗯。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不会对你隐瞒任何什么了。再说你对我这么充分的信任。我完全给你敞开心扉啊，你对我的信任让我舒服极了。就今天没记者问我你幸福吗？他问我，我一定说我非常幸福，你明白吗？我觉得你真可怜劲儿呢，真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你是不是从小到大就没人信任过你啊？啊不，那不至于。那你把我说成什么人呢？坏人啊？怎么信任还有？就是有一些反正小信任啊。比如。比如我学生时代嘛，啊，我在班里管过那个班务费，哦，那个5.6呢。哼，还有啊，有次我去出差嘛，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抱孩子急着上厕所，嗯，我是陌生人啊，她也不认识我，竟然把孩子就递给我，哎，你看孩子还尿了我一身，这确实是小信任，像你这么隆重的信任，我平生第一次得到。这就说明我太250了。我居然把我这么大的一个房交给了一个从小只管过班费5.2的人。5.6，你差死我。不过
过那个，其实你对我能那么信任哈，与我的表现也分不开的，你承认吗？你什么表现啊？我为了过户房子，我去找娇娇，后来出意外了吧？啊，拘留了，嗯，关了一晚上。对呀，这一晚上很说明问题呀，我的人品发生了一次宇宙大爆炸，爆炸了，你明白了吧？所以都给炸成这样了。不是梅丽，你能不能别幸灾乐祸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这，我这还疼呢。你这太太打击我了。对，你这那破坏我这个思路，你明白？啊，行。好，对，我捋捋啊。啊，你再捋。对，你看，这一系列事情说明什么？啊，说明我们两个人各自的外交历史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外交史上突破，你搞得跟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似的。不过，说真的，确实今天。对咱俩的关系确实是历史的一刻，是吧？哎，应该记录下来。我给你拍张照片吧。来来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，别别别别别。